动手！呀！虎符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找你报仇。带走。虎符价值连城，你一定要找回来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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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楚哥，楚汉安保公司的金牌女保镖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对对，货马上就到。行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楚哥，我是这次货物交接的队长。你好，我叫李想。楚哥，你的资料我看过，98次护卫015，还获得过全国的武术冠军，接受过正规的特种训练。你在楚汉安保算是最出色的一个。好样的，这次的任务比较特殊，你可以好好干。各位，今天的客户比较奇怪，临时要求更换保镖公司，客户指明要求由楚汉安保的楚哥来保护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把人交给楚哥。好的，收到。大家动作快点，货马上到了。楚哥，你跟我来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义父。哎，算起来你离开一阵子了，怎么样？还做噩梦吗？还好，谢谢义父。过来吧，沈先生。这什么地方？你已经见到了要保护你的人。他怎么了？他还在生气。生气？啊，他信不过我们，要保持距离。他做什么的？他叫沈鑫，28岁。金米科技是一家做金融产品的公司，也是他之前工作过的公司。他说掌握到金米科技非法交易的秘密，担心有人会对他不利，所以指明要求你来保护他16个小时。之后你的任务就结束了。走吧，沈鑫。我自己会走。楚哥，就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高大威猛的人物。3A 级护卫015，您大可放心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猜到。听说你还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冠军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一个毫无特色的保镖。我并不是只会开车，我喜欢保镖这个职业，也许它就是我的使命。说得好听啊，这就是我的成绩。老板，电话。喂。啊，东西刚到。他找了一个名叫楚哥的人保护。这个叫楚哥的人背景很深，你派人去，一定要在16小时之内抓住他。不能让他破解密码。如果破解了，
定知道的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有好日子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你们去做吧，带上秘密武器。是。我了解过你，你念过外国名校，说明你家境比较优越。上学的时候呢，经常惹是生非，还好你家底丰厚，你爸用钱帮你消灾。这次遇上马子，你发现你爸也帮不了你，而你自以为是个计算机高手，其实就是个菜鸟。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我就是个开车的。够了，你调查我。看来这个楚哥有点来头，你帮我去调查一下。为什么？她不就是个女的吗？保镖千千万，偏偏找一个女保镖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人是个高手。或许这背后……一会儿打起来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你是谁？我是九妹。我的目标是楚歌。我的目标是
楚歌。楚歌，没事吧？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紧撤离。你在干嘛？做最坏的打算。你要加紧时间破解，16小时很快就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老板，那个叫楚歌的女保镖就是程十一的师妹。这不可能。她那个时候被楚汉安保公司收养。楚汉，难以置信。就算我们得到密码狗，它的存在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威胁，好看着它。那我们要不要把它给杀了？你疯了吗？这样谋杀它，你也活不了。正确的方法都用用你的脑子。社交为什么扯上？咱们请了你的楚哥做保镖，事情有点复杂。看来你们的人都不太行啊。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16小时以后我会说服楚哥解除保镖订单，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如果楚哥自行续保怎么办？又或者沈星破解了密码又怎么办？嗯，这个订单
16小时到期，不再续约。是。至于沈星，我了解过，16小时，他应该破解不了密码。不过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楚雄飞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最讲信用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16个小时已经到了，保护任务已完成，我带您离开这里。任务比预计的要复杂，我需要去保。公司已经拒绝了您这个保单。哪有人跟钱过不去的？别着急，我给钱。不好意思，沈先生，我们安保公司的命令就是军令。经理说了不让续约，就必须得执行的。走吧。别动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一直觉得你们有问题，哪有保镖不让续约的？把刀放下，是你自己要求的16个小时的保护。本来跟我没有关系，是陈世仪找的我，密码狗也是他给的我。陈世仪，你现在不保护我，就是让我去送死。放轻松，有话好好说。陈十一，你害死我了。陈十一，给我匿名电话的人难道是他？师傅，师傅，十一，师傅，师傅。十一是你师姐，你一定要找回来。师父，师父，我可以继续保护你，你必须带我找到陈十一。现在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保护沈星？女儿，保镖公司香火的延续是你我共同的理想和使命，有些订单是不能碰的，你要清楚。义父，你从小就教导我们，做保镖从来都不只是为了挣钱。你的能力很强，但是现在我才是这个公司的主宰，我下的指令你们必须执行。随您怎么说，沈星，我是要继续保护的。楚哥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
师姐，对不住了。师弟没事吧？你在为谁做事？楚哥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沈星你们自己处理。为什么不把沈星带过来？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喂，你在哪儿？你在你监控没有吗？好像有人跟踪我，你快点来。知道了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干嘛？别过来了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干净吗？哎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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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楚哥，快救我！放了！还不快滚！黑子，
让你帮我找的人在哪儿？你有什么计划？去找帮你破解密码的人。然后呢？正在考虑下一步。他们一直在追杀我，你明确的告诉我，能不能保护我？他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找你，说明你捏着他们确凿的证据。看来他们一定要抓到你，才肯罢休。我可以扳倒他们。你有什么把柄？几年前，金米科技旗下的金融公司破产，其中有人动了手脚，他们利用比特币的漏洞，洗劫了很多钱。那为什么不报警？已经抓了一批人了，但是还是有人利用他们的小聪明给逃脱了。金米科技的合作和他们秘书许明珠暗中操作，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后来被沈氏一识破，钱和证据都还没破。要是能找到师姐，保护你的这条任务就不难了。有尾巴，小心点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找？帮我们破解密码。我凭什么帮你们？既然黑子欠你们人情，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破解密码。你跟我走。干嘛？我帮你破解密码。就你啊？我不需要你帮忙，给我时间我自己能破解。走了。大哥，哎，哎，小妞，大爷叫你呢，没听到吗？看什么看？过来陪老子喝一杯啊！你别怕了，
什么情况？刚来就走？饭店不安全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不安全？那谁骂？给我密码走、啊、你倒快点。我看他不行，还是我来破解吧。搞定。怎么了？搞不定了？我就说吧。他搞不定了，密码狗已经被我破解了，但是它带有定位功能，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被暴露了。密码狗已经被破解了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俩赶紧离开。几位大哥，你们惹谁啊？爸，这是私人住所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报警啊！你们不卫生的，不卫生的，不卫生的呀！啊，你们不卫生的，不卫生的，不卫生的。东西，走。没错，你就是楚哥。是我。抓到沈星了，今天算你走运。
走。走。快把钱全部转出来。也被破解过，数据被人破坏了。能不能进入系统？应该可以。这是什么？系统程序被修改过，应该是中毒了。我的钱，我的钱呢？修改系统的任洛林应该有备份。楚歌，楚歌，你伤得很严重，喝点药对你有好处。谢谢你，你也没事吧？我还好，我修改了一份密码，并且拷贝了一份密码稿，你收好。那你有办法追踪到他们的定位吗？双信，真正的密码稿在哪？你先放这是你，你真有本事。破解了密码稿，还把它换了。告诉我东西在哪？老唐君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套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吃里扒外，你们俩何某偷走我的密码稿，偷走我的钱，居然还这么正气凛然。嗯，这是我根据密码稿的定位提供的地址和我修改后的密码。你收好。这里很安全，你可以安心养伤。他们骗了太多的钱，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证据，这一次一定要扳倒他们。放心，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。等我抓住了那个小逆主，再来一起收拾你。十五年前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原来，我记得，你师父是自己病死的。我们找到他了。喂，我们得谈谈。我听着。你把密码稿送过来，咱们一切都好说。我必须确保沈星和陈十一的安全。这样吧，楚哥，
你把密码狗送过来，我给你500万，同时放了你师姐和沈星，怎么样？你必须放了他们两个，否则别想拿到密码狗。楚哥呀，你当保镖不也是为了挣钱吗？你不要这么固执，你有这么多钱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确保他们俩的安全。你是聪明人，我造型耍花样，不然替他们俩收尸吧。陈家拳是有名的中国传统功夫，我们是保镖世家，我们流淌着护卫的血液，我相信你们会变得很强，去保护一些人或者重要的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拳有力，掌有风，看到这套拳法你们就知道是师出同门。陈师爷，不对，九妹，说话呀，说呀！他们骗你的，不要来！不要来！混蛋！不要来啊！我会来救你的。真笨。不管他有没有交出，都会死。你也是，陈诗怡，你应该亲眼目睹你的师妹被打死。带走。你来了，楚哥。你们放了陈诗怡和沈星，他很好，我们训练了他15年。密码狗在哪里？在我这儿。但是我要看到陈诗怡和沈星。你在说笑？你还不认输吗？你太天真了。
陈十一啊，不枉我多年对你的栽培，你们这群废物，还不快滚！这又是何故？这一刀下去，就让你师妹乖乖的把密码口拿过来。何超群，我早就看不惯你了，简直坏事做尽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虎哥来了，陈世一，告诉你，当年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废话少说，让楚哥密码狗拿过来，放你，休想，何超群！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住手！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先收拾了你！别动啊！有什么你冲我来，还是无辜的。楚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到底在为谁卖命？把东西交出来，我就放过你。你忘了保镖的使命了吗？笑话，使命能当饭吃吗？你有什么理由听你的？你要是杀了他，密码狗就永远别想拿到了。一群废物！看好他们！
都怪你！闭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落到这个下场。你们老板呢？他在散个警。刘翔，什么情况？他人呢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还认得我吗？师妹，我没事儿。
陈氏姐妹，终于团聚了。是你毁了我们的人生，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给我，那是属于我的。家钱呢？快点使出来！师妹，沈师爷，你不能杀我！我养育了你15年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何朝君，你害死了我们的师父，我要杀了你！还是交给警察吧，让法律制裁他。陈家拳是有名的中国传统功夫，我们是保镖世家，我们流淌着护卫的血液，我相信你们会变得很强，去保护一些人或者重要的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拳有力，掌有风。看到这套拳法
你们就知道是师出同门。在遥远的未来，太阳活动频繁，地球受太阳风暴影响，地心开始融化，随后全球火山爆发，连绵不断的大地震摧毁了现代文明。在大陆西北深处，贫穷落后的死亡戈壁竟成为了幸存之地。为了生存，各方势力争夺物资，抢占地盘。以美杜莎和刀疤为首的两股势力彼此经常发动战争，普通老百姓在生死的漩涡中艰难生存。与此同时，来自银河系深处的 T 型飞船受磁场影响偏离航线，能量耗尽流落地球，被美杜莎所救。美杜莎利用手中仅存能源帮助 T 星人重启通讯设备，寻求救援，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利用外星武器打败强大的对手刀疤。但是所有人并不知道，他们的命运即将改变。我方即将抵达地球，只要签下契约，你必将成为新的霸主。两个月前被刀疤抓壮领导的兵，不能，不能，都跑自己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已经
会活着回来的，等我。就这样，崔福来离开了十月怀胎的妻子，扛着大锤上了战场。身边的孩子狗子是他在阵地上捡的孤儿。枪林弹雨中，老来唯一的念想就是活着与妻儿团聚。不能，我是老来。
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还没见到儿子呢，我哪舍得死啊？哎，肚子！哎，是不是傻呀？自己家还摸来摸去。你看，长命百岁，给儿子的，让我听听。嗯，听见啥了？儿子替我呢，这傻。哎，要是村里人知道你跑回来了，肯定会把你抓起来交给刀疤的，你就死定了。赶紧走吧。对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跑吧。许个愿吧。下山去看看。那是刀疤的地盘啊！怕什么？不要走漏风声，想办法拿回能量块启动武器，到时候整个大陆都是我的。放开老大！放开老大！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给你说，你从岛包跑回来，哥没钥匙放了你，全村人都得死。你放屁！老三，老子为了全村人去能跑回，你们还这么对老子，王八蛋放了老子。七叔，你们放了他吧，放了老子。思福不思祸，思祸躲不过呀。广元2083年戊辛年主，又殷时坠落请仙董祠，大禹之。七叔，这到底写的啥？写的啥？人和牲口，73条命啊！全村都死绝了。咱跑吧！你往哪儿跑呀？你个逃兵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到处都在大张抢地盘，刀疤、美杜莎，还有那个丽姑娘。你与他们那个都不是一样的活不成吗？咋的？七叔，老来已逃回村，
咱先走走，这小箱子穿的倒把碗，我们就麻烦了。跑吧。又当缩头乌龟是吧？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当初老梁可是替你老三和二傻子才被抓去当的兵。我要操了，老来，你去。崔福来推开门看到的这一切，直到最后，他也没想明白，这到底是真的，还是一场梦。哈哈，金子，金子。报告监狱，我们已经攻下梅竹山分部。同时，我们在八国村发现那几个逃跑的士兵。给我杀光他们！将军，这石头确实是昨天晚上从天上坠落下来的。古书上有记载，光源2083年，金石坠落清仙洞。哎，四位，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！天降福星。三天交不出金子，我杀光你们全村。报告将军，梅毒沙集结兵力又打回来了。还真是不怕死啊。走，你们守在这儿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是。哎，洛来，这咋个看也不像是金子呀。所以呀、啊，他要打人。看，看，
来来来，来一些。啊，你个糟老头子，你缓着喝呢。还抽呢，走吧你！要砸捂耳朵，捂耳朵！咋了？咋了？扎脸，扎脸！起来。这该死的老赖，其死还要拖上我们。秦叔，你是组长，想想办法。哎，走死嘛！我横竖都是个死。要我说，我们干脆跟刀疤的兵拼了，全算跑球。嗯，他们有枪。秦叔，你说话吗？闭嘴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跑。哪那么容易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石头砸开，和老赖一起把金子炼出来，要不全村都得死。去哪儿啊？苏菲，咱们去哪儿啊？走啊，咱们得赶紧跑啊。不行，刀疤兵发现咱就跑不了了。我走不动了。跑，跑哪儿去？天刀疤的人来了，全村人都得死。哎，小心！苏芬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为了你跟孩子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老来，真是为了孩子，就更不能跑了。我不想孩子没出事，就背上全村人的血债。我们得回去。你们外星人都是废物，没有能量块，你也别想开着这艘破飞船离开地球回家了。长官，要启动武器，就只能拿到能量块啊。道霸派兵守着八公村，我们进攻的部队损失惨重。他还说，下一个就得是你。别以为我真的怕！一旦飞船注入能量，秘密武器启动，就算是铁金刚，我也要他灰飞烟灭。我兄弟们下山做笔大买卖，你要在家乖乖的。宝宝，你真棒！左，左，右左，来，直接又长了。嗯，嗯。来哥，七叔训练你一天了。你们是不是要跑？全村人都在这儿，我们能跑哪儿去啊？这事谁引起的，就该谁负责到底。死，我可不怕。要是我死了，你能活也行啊？哎，我现在都弄死你了！我操你妈！弄死！来，你别动！
明天交了。四锦怎么？锦子，哎，快，你别动！安检房打底石头，昨天出过点锦子，我信你个鬼！哎，叔，这还有吗？那是我棺材本钱。这都掉色了。哎，慢着，
用说是吧？金子，还没练出来呢。嗯，真脏。金子在哪儿？这是天降的福星，得祭拜了天地，才能炼石成金。嗯。人能泡得过车吗？耽误事儿，去把它交回来，小心肚子里的蛙给刨掉了啊！那活该！老来把全村的粮食都给李姑娘了，弄回来还多一张嘴。叔，咱赶紧泡吧。泡，往阿点泡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糊弄完刀疤，全村一起泡吗？对呀。这咋叫糊弄呢嘛？你们都给我记下了。这金子，咱还没来得及练。哦。石头、粮食，还有我铁匠，都让抢走了。对吧？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放我出去呀！狗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呸！你懂个屁！李姑娘她不是什么好人，这儿很危险，把门开开，我带你出去。快点！狗子！好玩吗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要开膛做法，玩的什么套路啊，宝宝？
晚了。天上有异象，石头里有一股能量钻到那个铁匠身上。可以导出他体内的能量吗？双刀还能不能挡住我的秘密武器？铁匠呢？掌柜啊，他男人让绑架走了。嗯，你醒醒好。结束了，放了他吧。老子受不了了，如果你要带走他，先过我这关。快住手！
在戈壁滩上醒来的那一刻，身体的疼痛让崔福来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他依稀记得那个电光火石的瞬间，自己的身体似乎发生了什么改变，而现在一切却又无迹可寻。七叔，素芬呢？来哥，嫂子被美杜莎抓走了。七叔，你们放了我吧。我要救素芬。走吧，派人撂下来伺候。我们要是放了你，全村都得死。素芬，现在人家要的是你一个人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都把你交出去。交出去以后，素芬和孩子都没事了，全村的人也就没事了啊！你一个人换来全村的平安啊！考虑考虑啊啊啊！想一想啊！
结果。我要救苏菲。你也莫怪齐叔心狠。你放心的去，苏芬和孩子以后就让全村人供着。将军，你饶了我吧。放你可以的，拿东西来换。粮食没有了，石头也被抢走了。少废话，交出能量。能量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将军，饶了我吧，将军，走。梅杜莎，之前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，说要吸取什么能量，启动什么秘密武器呀？将军，秘密武器。然后呢？将军。将军，他说让你灰飞烟灭。好大的口气！带路。快点，走！这回咱是彻底完了呀。三哥，快点，跟上。老婆，就是死，我们也死到一块儿去。之前手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手啊，我也是为了全村人的生命啊。啊，啥也别说了。好，明白。快点，走！哎呀妈呀！
受苦了，走，世子吧，
就让你和你的宝宝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咋样了吗？我受不了！是带伴的吗？大哥，我有儿子了！我有儿子了！宝华，宝华，咱俩跑把孩子都抢来，跑吧！啊！我有儿子了！我有儿子了！宝华，对对呀！七叔，七叔，七叔，七嫂都坐了一辈子了，不想再跑了，我来。哎！打死你个鳖孙！滚！啊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
秘密武器。
这就是父亲给我讲的故事。光源2083年8月5日的那一天，他抱着我离开了八沟村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在荒凉的大陆西北，至今依然流传着这个关于生与死的传说。